没变，你都没变，他都没变。就两个男生就跳舞跳得这么开心，何慧颖唱干嘛不翻跳啊？真的，对不对？我唱歌都没人理我。而且我要讲的是，月红的唱歌哈，有一点我非常的不满意。为什么？不是他唱的不好，你明明有这样子的身材，你干嘛穿成这样？拜金姐，你应该要穿性感一点。对呀，新购每天播就辣，我露一下腿嘛。方文，我罗佩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这样子，跟他卡别顺哎。哎，你哪叫激动啊？不是说他们胖了，你还真喘呢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我也在讲，你凭什么？真的，那个红的时候，你们在逗你嘞？我们在演艺圈都没有辈分了吗？我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为观众谋福利呀，对啦。不，你也讲，你也讲出何冠颖的心声。啊，你明明你都有这款的条件，你也不签。对啊。我起码走良家妇女。哦，李梦文他说你不是良家妇女。哦。懂了懂了。我来月红，其实哈，我唔知目一个年工出多只紧啊。哈尼久哦，你是电影出来嘛？但是我捌伊的时阵是按抖音的，春天也无啥。哎呦，合作过哦。伊演阮算迄查某囝啦，伊演文心啦。文心。啊，我个囡仔就别个囡仔演的，大人了后，演你都遐大汉的，做阮查某囝呢，敢有下啦？啊，人陈翔勇才有高嘴。当然是你生啊！对嘞，是我生。哎，迄阵是你第一次演八点档第一部，第一部。哦，迄阵你敢知 NG 吼，我歹的。你好演哦，演完，真的假的？现在非常好哎。报仇，我就是咧甲公司科鲁讲，我倒在这个通告要来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说。裴玲她是从少女团体来变演员，所以当时你从团体然后变成演员，那当然台语你也不会讲，然后演技也真的很烂。很青涩，很青涩。来来，那时候是团体嘛。你两个恩怨来，你两个先瞧。当时是怎么样？是月红都会教你，还是会刁你？我演她婆婆。对。你今晚演个婆婆啊？我演个婆婆。你演婆婆？不当啦。你不要演啥？你今晚。等一下，以后人来叫你演婆婆，你讲我不爱。那不是为了你，那是为了我。你来演婆婆嘛？演阿祖啊！我今晚被那种经纪管的妈妈的年龄层都已经普遍降低啊。年龄层。伊怎个介合作啊？伊算小三啦，阮囝伊怎个有报？嘿啦，啊介伊演戏哦，伊个台语我实在有要听袂落。比喻说哪几句是不对的？啊，都臭灵呆，臭灵呆啊！无你叫伊讲一句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妈，你想要恭喜啊？你就恭喜。妈，你卖神奇啦！没有，我要坐着。那我就爱你耶！他这样是进步的。他进步。其实我真的跟月红姐在一起拍戏，学到很多东西，而且他都会就是很不吝啬的教他自己的一些方法给我。那是语言的方面，那演技你是什么样？演技，不是啊，演技我感觉吼各有所长啦。啊，只是说咱一场戏，不是讲咱我演我的，伊演伊的，嘿啊，对啊。你觉得他是哪里不对？因为因之前咧演拢是看人拍的时候，就是一个 key 这样子吼，但是有时候编剧他会要你有一些其他的感情给，而且应该也有起伏啦，对，有起伏，因为咱出来得不得销量比赛，对呀，啊你变成一个 key 安尼鬼呀，大声嘛，抓住安尼，细声嘛安尼，啊你现在今晚嘛无任何人要愿意和另外一个人一直甲你拍，一直甲你骂，嘛是不可能的，拢用办法嘛，然后我就面前手牵手，背后下毒手，啊你叫眼睛呢，这叫智慧型犯罪。我替你报仇。不要啦！你报什么料？其实哪有我很好？你报什么料？你替你报仇。我跟你讲，电影演员是最好演的，为什么呢？他一个镜头就拍着你，特写就特写，要你生气，免像咱演戏的，就生气啊！不，这么那八个人在这里演，那么看不到你，你知道吗？电影就是你一个人特写，然后你根本什么起伏都不用太担，你这样。哪怕只是胸口的起伏，然后哪怕这边轻轻跳个几下，他就是了。嗯，哎，不是的，伊今晚来演连续剧，唔知变哪演啦呢？啊，今晚一只够足大只，啊，我够足矮对无？我够大矮呀！伊今晚一个阿姨，伊今晚阿姨吼，我就一个矮当鬼伫遮，啊，伊一只足大只的阿姨，伊唔是吼，比如讲你那是阿姨哦。
阿姨，那你定是在头前哈、喔啊？怎样怎样？要甩呢？阿姨怎么样？啊这样，安尼，都安尼，安两个拢有病的，两个拢有病。我以前咯，你矮一点，你不不啦不，你演白冰冰，你演白冰冰，好，你白冰冰较矮，你矮不较矮啦？我中间矮啊。哦，我两个至少还差呢。啊，你卖古卖你家，阿姨按后边嘞。阿姨，哎，来来，哎。这缩起来啊！一人大只，啊，我都两手安尼交叉了，啊，我都要把我勒死哦！阿姨，有没有你缩起啊？真的假的？应该安尼老好啊，老小时候烫听嘞，小时候，那就从那个时候啊，慢慢教，慢慢教。我当下讲，哎呦，我就后来从那个亲戚麦给搞，哎，女主角开始，规个喊弄起来。但不也听讲有人看到你会惊是安那？哎，我感觉啊，派兵，无啦，迄因是无了解我，其实我也无笑，因为本来就生，本来生这种型，臭脸，臭脸型的。嘿，啊，我也无笑，就是较，哎，你讲我臭脸，你其实不是哎，很和善。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嘛，不是。当你成为一个人物之后，你做女主角，人家对你本来基本的尊重，对，他就会感觉啊，你若无恭维，我就唔敢。会敬畏这样。其实我以前笑点嘛足惯的。我无改，无笑点无改。不随便笑。我刚无什么好笑，我就是一个兵，就是安尼。十规定拢你笑的，嘿，就觉得明明不好笑，为什么要笑这样子？对啊，目前人过程无赶快，然后那像因为你们本来大家对你们都比较熟了，嗯，但忽然平地冒出一声雷，何冠莹。欸、我听说你是本来只是一个政令宣导的演员，政令宣导就是迄可以急救啦，哈。啊，人来，比如人来讲，迄个空气污染，大家都爱注意哦。PM2.5 啊，就有一个故事，有吗？以前下午都有一些政令宣导的短片，啊，记得爱爆水啊，对对对，对吧？我那时候开始其实是拍那些，然后那个举光原地啊，阿兵哥，国防部，我也有拍。哦，人咧招生啊，哦。哎，后来我听说你是去。大爱连续剧、喔、那大爱台伊嘛是真惊人哦、喔，伊拢爱的输下输这哦，再上来啊！但听讲你用一招吼、喔，甲人真无同款，讲、哎、你要去泡茶哦、喔，大家听没有？